今天我们的生活繁华热烈，这背后离不开你的奋勇拼搏。百年征程，你超拼的。在那个似乎看不到希望的年代，须知今后的世界，你是最热血勇毅的那一个。要变成劳工的世界，你是奔走呼号的那一个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，你是苦苦摸索的那一个。在那个遭受打压封锁的年代，你是最殚精竭虑的那一个。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你是敢闯敢试的那一个。你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的那一个。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，你超拼的。你是为自己考量最少的那一个。高中就上我那去读，全部我都是责任。你是为大家牵挂最多的那一个。有困难当领导，我头五地也去给你解决。你是誓死不退的那一个。宁死不会让祖国的粮草少一寸。你是挺身而出的那一个。天火，你是为了梦想穷极所有的那一个。你们超拼的。这100年，再困苦的时刻并肩闯关，在未知的远方拼了命向前。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，走过了万水千山，我们还要继续奋斗，勇往直前，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。你们有千千万万个名字，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中国共产党党。